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帆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是4月1号的愚人节，然后我的频道呢其实不太会想要拍一些整人的影片。真的吗？才怪。昨天呢其实我出去拍摄视频的时候，我的手机跟我开了一个4月1号的愚人节的玩笑，就它在这时候就坏掉了，好烦啊。就后面要拍鱼的题材就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，但是呢我有一个计划。其实我在台湾如果给人家送修的话，它应该是很贵，可是我想说我自己去找料，然后自己再拍一集就是拆 S7 修理换荧幕的视频。那如果有修好的话就是修啊，如果修不好的话再拆坏的话就算了，反正这个频道就是 DIY 嘛，一起打手枪的 DIY。然后一些分享养鱼啊，啊对啊，说到养鱼，好像我看我的视频里面很多人都对养鱼的题材还蛮喜欢的。我每次只要发养鱼的视频，就是会冲得比较快一点。那我是希望说，可以培养更多忠实的粉丝，就是可以支持我这个频道的粉丝。就是以后如果我发影片的时候，大家就尽量的按赞啊，按留言啊，按赞留言，然后尽量的来我频道踩一下，让我的流量有上去这样子。那我后面我可能如果有做得好的话，就是收入如果有增加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会扩大养孔雀鱼，然后就是会分次的来。那你只要让我记住你的人呢，其实我会有小潘会送给你惊喜哟。什么惊喜呢？那就先卖关子，就是大家自己好不好。其实我送鱼呢，我会名额会比较少，可是我会分很多次去送，我不会一下子就送光光啊什么之类的。因为如果说想要长期经营啊，还是说想要长期的经营这个频道啊，我是想说让送鱼这个文化成为这个频道咖虎烂的品牌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下面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记得订阅冲起来，送鱼是真的哦。OK， 拜拜，下一支影片见喽。